以前的是迷你世界中的小猪，他们的猪鼻子是三角形的，并且他们最喜欢吃的是萝卜大餐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，小猪的颜色就是粉色的。错，其实在迷你世界中有一只变异的小猪，它是黑色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见过小猪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在迷你世界中，小猪最喜欢的就是萝卜大餐。当我们喂给他们萝卜大餐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生下小宝宝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一次性生了5只小宝宝，但是这些小宝宝他们都是粉颜色的。并且我们发现在老版本的时候，小猪最喜欢的就是胡萝卜，并且当我们拿出胡萝卜，他们就跟随上来，而且我们给他喂胡萝卜，他们就会向我们比心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小猪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黑色的小猪在哪里？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一只变异的小猪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它的眼睛是黑色的，并且它的身体也是黑色的，这是一只完全变异的小猪。我们并且用手打它，它也不还手。所以在迷你世界中，小猪的颜色它不只有粉色的小猪，而且还有变异的黑色猪，你们知道了吗？